那我们晓得耶稣从事为社会教育时间最短，好像没有孩子。穆罕默德从事于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工作也有20年，所以细心观察，无疑不是多元文化的所唯一用教学帮助别人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才能真正得到。如果不从事于教育的工作，其他任何方面都没办法达到化解冲突、促进帮助。这个是我们必须想的。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这个科学的工具是没有什么，看你看什么样的事，看他这个播出的内容，如果他是真的善的，那这就最好能够帮助人类早一天如果所播出是负面，所谓是可能是暴力，那就帮助这个世界早一天毁灭。这个西方宗教家所讲的世界末日，希望末日早一天毁灭。那我们自己学佛有生死，过人离开得失，所以无论境界怎么转，我们都能够得到自在的